名家书宝，名家指路，榜上有你，寻找最具眼光的收藏者。本栏目由名家传媒有限公司荣誉出品。曾汉光，名家传媒首席鉴定师，国家级艺术品高级经纪人，高级评估鉴定师三级，名家传媒名家说宝栏目首席专家。大家好，名家说宝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幅画。这幅人物画呢，是刘文熙老师画的，是吧？他是我们当代的画家，他1933年出生于浙江，那他是1953年到1958年啊，在浙江美术学院啊学美术，那美术专业毕业。1958年呢，毕业以后就分到了西安美院工作，啊，一直到现在，啊，他呢任当时任全国文联的委员，也是原来的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。他呢在作品方面，他是我们现在流通的第五套人民币毛主席的那个画像的创作者，他是级别还是很高的，他的作品也不错。然后他的精品画作呢，他也有毛主席和牧羊人啊，还有陕北人、东方、解放区的天，是吧？这个都是他几十年了，是吧？专业画画当中，比较精品的有近百幅。总共他到现在一直画的话，他的画有近千幅，是吧？还是在这方面还是不错，是吧？他画的技巧，他的技巧，已经是用西洋的和那个西洋的和中国的水墨画法是相结合，是吧？他的采用的是那个李克兰老师，因为当时李克兰老师是他们在美院的时候是他的老师，他就用李克兰老师那种中国的工笔重彩，是吧？学习李克兰老师，是吧？他的画的是水墨和中国的工笔画相结合，是吧？然后他一直在西安工作，然后他在西安工作的主要是画的是吧，以人物为主，是吧？他把西画当中的兽描和我们国家的水墨人物相结合。刘文熙，1933年生于浙江省嵊州市长乐镇水竹村，当代画家。在人物画笔墨技巧方面，刘文熙按照李可染的办法，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，用最大勇气打出来，
以形神兼备作为自己最高的艺术目标，通过形象思维追求浅显妙得的艺术效果。西北人物故事图采用焦墨干皴皱纹，然以淡墨表现结构，最后复彩润色之，色墨结合恰到好处。要用这个寿描，这个寿描呢，就采用西方的，我们的重墨，它只是这种墨色采用的重墨，相结合，所以他画的人物，按照画工，绘画的技巧，点啊、沉啊、染啊，他就把里面，安排的恰到好处，为什么恰到好处呢？重笔，画的人物，一般来说，画人物单个的人物好画，集体的多人物的就不好画了，那就很难了。他要把他的精气神，人物的精气神要体现的恰到好处，因为他的重笔完了以后，他的在这个重笔下面，他要用淡墨来经典它，他们才能达到这样的就像我们真人远去看，画的是很逼真的，很有神。所以这个在我们近代当代的这个画家里面，他的东西作品在染色重色方面他是恰到好处。所以这一幅我们称它是黄土的人物画，黄土高原的人物画是画的栩栩如生，值得我们大家收藏他的作品。谢谢大家。本栏目由名家传媒荣誉出品，财富热线400-101-4797。